have set my sails on fire and watched my vessel sink. Cause I've seen the shores of every tide, but I still wished I was in your sea. 很虔诚哦，三步一跪，然后五体投地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家是西藏的网红餐厅，这家叫做马吉阿米。那它是有什么故事呢？在西藏呢，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。对，大约在几百年前的某个星月之下呢，坐落在古城拉萨巴果街的东南角的一栋藏式酒馆里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。他看似普通，可是他却是一个不寻常的人。是谁？他是谁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恰巧呢，一位呢像月亮般纯洁的美少女呢，也不期而至。那她那美丽的容颜呢，跟深情呢，深深的映烙在这个神秘的人心里跟梦里。从此呢，她就常常光顾这家酒馆，期待跟这位像月亮姑娘重逢。遗憾的是，这位月亮少女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对，当年神秘僧人呢与少女约会的土黄色小楼，就是现在的马吉阿米，它也成为拉萨浪漫的象征。那到底是谁啊？那到底是谁呢？那位神秘人是谁呢？就是仓央嘉措，六世达赖喇嘛。哦，六世达赖喇嘛。对，中仓央嘉措。所以因为这个故事呢而闻名，所以它变成网红餐厅。也是很多人来这边算是一个打卡的热点。对，那我们看看可以进去点个小东西吃喽。Uh-huh, 看一下，okay. 它里面好像蛮漂亮的，有它的特色这样。嗯，好吧，走吧。走吧。仓央嘉措曾说过。住进布达拉宫，我是这片雪域最大的王，流浪在拉萨街头，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。可惜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我在拉萨街头等你很久，你还未来，我都已习惯了等你。就是一个痴情的痴情等候，七斤的喇嘛，七斤喇嘛。七斤喇嘛，痴情故事。